在小巨蛋举行了看见台湾跨界音乐会，由山林天籁、林庆台以及陈以来、美声开场。带来的打击乐演出，让人感受到台湾土地遭受破坏的震撼。张惠妹压轴演出，在升降台上演唱这次的主题曲《看见》，嘹亮歌声感动全场。新闻网，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！采访报道，再见。